天呢，真的是大概我人生度过一个还蛮惨的时期。那我很谢谢你们，就是都一直在我身边为我担心，然后鼓励我啊，然后跟我一起骂一些很难听的字啊，然后我相信呢，我会很快的好起来，因为我也不想看到你们哭，然后也不想要让你们继续担心下去，然后就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然后就一起加油吧，拜拜。